这是我们潮州东凤厂的新鲜芡实。现在正是芡实上市的时节，芡实拥有很好的功效，有益肾固精、补脾止泻，还有祛湿的功效。这是今天街上最大的山药了，很小个，买不到更大的。芡实排骨汤的配料也比较简单，就新鲜的芡实，还有山药和一点排骨。猪骨先来煮掉一遍血，猪骨跟芡实比较难熟，先放下去吧。这汤先煲了20分钟，现在来把山药倒下去。盖上盖子，让它继续煲。山药下去已经煲了半个多小时了，现在来加点盐，调下味。芡实跟猪骨也煮得很绵了，关火。芡实山药排骨汤，好吃、功效又强大的家常清汤。